今天来吃陶板屋。哎呀，排队好多人哦。好多人排队。进来了。对啊。好。哎，为什么那张是单张的？我这边没有哎。你没有？借我一下。好，借你一下。哦，它不是耶，这好像是单点的哦。那是单点的没错。对，下面这个加99才是升级的。这个套餐是固定的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自己选。沙拉。来吧，淋上去。胡麻酱搭配食用。这是什么？金针菇，嗯，阿布在奋斗这个金针菇，要跟金针菇说明天见。嗯，还有呢，干贝丝的，好嫩哦，很嫩哈、哦，对，比我蒸的还嫩，废话，不蒸。它的酱，锦鳞，锦鳞，它这个沙拉布置的好漂亮哦。嗯，很香呢。好，淋完了，好，开吃，开吃，看看什么干贝，还有，对啊，叉子，干贝、虾子，然后沙拉。是不是虾子？看看味道怎么样？酸酸甜甜的。嗯，它的酱料的关系吧。我来投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你投起来。菌菇浓汤。好。不过我们对菇味不排斥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哇！切个韩菇牛排，你先吃一口看看。牛肉看切起来怎么样？嫩，哎，蛮好切的哈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他说有一点筋哎。嗯，有点七分熟了，哎，加点这个，试试看。是有点筋，有点筋的哈。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红酒酱，还有柚子酱，淋上去。没有，你可以淋在旁边用沾的也可以，可以试试看。你看，试试看柚子酱，应该会比较一种酸甜感哦。对，这样不好看，塞进去。会不会吃起来有点微酸微酸的口感？是没有微酸。没有味道，柚子的那个味道，香味，嗯、柚子香气。对，好、哦，那红酒酱，它没汤匙。红酒酱应该就是基本，甜甜的那个。嗯，好，吃不出来了哈。天哪，我真的七分熟，很暖哦，就是玫瑰盐，有一种焦味。玫瑰盐也不错的时候哈。你比较喜欢吃刚刚的第一个原味，还是柚子，还是红酒，还是玫瑰盐？因为当然是本来就想吃的柚子味，柚子味比较好。
比较好吃，玫瑰盐。好、哦，好，好，哦，好，谢谢。烟熏的感觉。紫米热的，那紫米紫的好绵密，绵密哈。那、啊、中间那一坨是什么？我挖看。好，是冰淇淋吗？可能吗？有点融化有没有？是冰吗？蚵啊，不是冰，是蚵啊，蚵啊。哦，好的。蓝莓冰心，哎、不是蓝莓冰，这叫什么？给你。它的吧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包东西。没有，那不，它不可能是整颗都冰淇淋吧？你把它剖开看看，都是啊，不是啊，哦，都是冰淇淋啊。然后只是外面有蓝莓酱，蓝莓酱跟巧克力粉。好，都是没有蛋糕了。鲜奶酪，淋上黑糖。就那个不知道什么，抹吉吗？好像那个棉花糖吧。哦，棉花糖是吗？不知道啊，你吃啊。你试试看，我等你吃。好。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是。什么年糕啊？不知道，棉花糖。棉花糖，你就只能吃下，整颗吃下去就好了。对。哦，棉花糖，好的。好，奶酪，或者是黑糖口味的。好甜哦，因为黑糖吗？有人在偷偷许生日愿望。好，然后吹，吹熄它。好厉害！哦，生日快乐！